喜欢上我妈闺蜜，半夜去她房间找她，结果让我妈发现了。小雪啊，你晚上就盖上被，一点都不凉啊。嗯，行，早点睡，走。行，妈，我搁哪睡呀？沙滩，还你搁哪睡？你在北屋睡呗。那北屋床多硬啊！哎妈呀，睡30年了都不到硬，怎么今天就腰板直溜了？你赶紧给我回屋睡觉。妈，这一天天。这咋整啊？啊，知道了。你晚上别锁门啊，我一会儿过来啊。哎，能行吗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别锁门啊。哎呀，等我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女施主，给你送水来了。啊啊！啊，咋了？啊，我这没睡呢是不？哎呀妈呀！我说我这个吧，就整半道，我这块我就整不明白了。啊，你看这个，这应该怎么？啊，我这么的，然后啊，这就是对付款是吧？反正好了，行，那就哎，妈呀，干啥来了你？你干啥来？我找你来了吗？我这是问他点事儿。你说你大半夜老不睡觉，老穿愣啥？你趟的，你都影响我睡眠了，赶紧回屋吧。行了，找你来了都。